永东直巴惠州线每日有24个往返班车由香港市区经莲塘口岸直通惠州惠城区。好多朋友问我有关惠州的上落车点，而家我就同大家介绍下惠州线头站喺金莲酒店，位于惠城区嘅商业中心。金莲酒店系一间商务型酒店，永东嘅售票服务站就喺酒店大堂嘅左边。如果你要去桥东或者水东街，建议喺呢度叫的士 call 车最方便。第二个站喺康帝国际酒店，位于西湖竹屋巷对面，附近仲有条商业街。康帝酒店系一间服务有口碑嘅五星级酒店。永东喺呢度都有个售票服务站，就喺酒店大堂嘅右边，好容易揾到。如果嚟惠城玩嘅话，我建议大家喺金莲酒店同康帝酒店上落车，大部分旅游住宿嘅景点都集中喺附近噶。第三个站系惠州城市候机楼，售票处就喺候机楼大堂柜台。如果想去江北、小金口或者博罗，你可以喺呢度 call 车转乘。想知道惠州有咩好食好玩嘅，下次我会同大家分享。